黄真子，念秘书，昨天不错吧？黄真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喂，妈，晨晨，爸妈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你怎么了，妈？你爸可能要坐牢了。什么？甄小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从今天开始，不管找什么理由，不要出现在景致面前。